程程咬金，对线打魔，狂犬病，臭不要脸的，你又先打老子！哎呀，谁让我是编程呢？顾名思义，就是边路带惩戒。既然是编程，那不打螃蟹，要这惩戒还有何用？留着生小孩。哎，有道理，这边我丝毫不怂，直接出来抢线。舅舅达摩敢过来打我，怎么敢的呀？你怕是不知道程咬金的伤害越低血量越高吧？对，尽管我带的惩戒比你少一个装备和召唤师技能，但我依然不怂。再次回到线上的我谨慎了许多，假装过去转身走，好的，成功骗出一个技能，再跳回去打他，瞬间就怂了。这不禁让我想起我们上一世的时候，那是一个美丽的下午，因为一些事情他开心的追着我跑，还扬言要咬我。如今我们这么激烈的打斗，怕是已经回不去了吧。哦对了，差点忘了说，上一世我叫吕洞宾。死诸葛，你给我等着。气得我赶紧打了个所以说对面的野区才是编程程咬金的归宿，然后红就没了，诸葛就来了。趁着红倒下的身影，不知道现在的诸葛可曾有过一丝丝的后悔呢？所以磕个头吧。听到这里，诸葛特别的开心，拼命的往我这边冲，想要磕个头。死变态，你他喵！好的，他好像不那么开心，是一点也不开心，好吧？什么？特别开心？不开心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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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？行吧，你说啥是啥呗。好的，他特别开心，他自己承认的。哎，真不错呀。大动作永远不过时。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事情，可以测试一个人正不正经，就是比如你把 XHN 的首字母打出来，然后选择你输入法里的第一个词汇，看一下是什么，快发出来吧。你个臭不要脸的，又骗评论。 你这怎么能叫骗呢？我正在跟观众朋友们友好的互动呀，所以大家觉得这波互动怎么样？觉得好的扣一，觉得不好的你给我扣圆周率。可呸。对于上单来说，世界上美好的事情就是可以肆无忌惮的断兵线，美好的事情呢就是可以再吃个月饼。你给我等着。我仿佛听到了对面的上单在呐喊，然后喊来了一个诸葛。我怂了一下，但马上又涌了起来。所以说呢，你要是伤害不够就不要抓程咬金，这玩意儿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，可能伤害不高，但是恶心你足够了。这边直接把线带到了对面的高地，周燕过来守塔，但是闪现是我们擦肩而过，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世的擦肩，你可会珍惜？感情就是这样，你主动的时候我不主动，等我想要主动了，你却转身走掉了。而现在呢，我 CD 又好了，所以我又来恶心你了，嘿嘿嘿。就这，对面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。能打吗？当然能打，而且还能追着他打。越塔就算了，给方越塔一个面子，出来再进去，带领队友推塔，这样节奏不就打开了吗？但是达摩绕后了，哎，干将，干将，你，干将。干将别送，假装撤退，但其实没有。观察小地图，有一个人已然开着七彩香船来取你们的赞了，所以快点一下吧，谢谢你们，尽量拖住，不要走。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干嘛？这样节奏不就起来了？所以我说这波节奏我带的，想必各位都没有意见吧？好的，没意见你就呼吸一下，成功打成功时，么么哒。其实很多时候呢，我觉得在顺风的情况下，程咬金就是一个引领者。顺风的情况下打得凶一点，勇敢一点，这样队友就会死得很快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人头，让自己的评分变得更高。好家伙，你要脸了啊！有看到这的朋友帮我报个警啊！我举报这有人违法贩卖器官，他还想卖给我脸。死逍遥，你他喵！虽然这局我的战绩不怎么样，但是作为一个引领者，我觉得我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就比如这波提前上去骗出对面钟无艳的大招，让他成功的失去了清这一波兵线的机会。你确定不是因为他菜？好的，你闭嘴。或者这一波勇敢的带领队友上去推塔，这样的话对面的塔不就成功的被我们推掉了吗？这还不算完啊，甚至钟无艳我都不想放过，杀掉钟无艳还有血量怎么办呀？哎，我还能再吃达摩一个大招。哎，依然不死，这一波除了程咬金还有谁？如果你说得出来那之前那句话我就收回去。是的，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怂，所以你们能给我点个赞吗？么么哒。